家好。喂喂喂，我是小草莓。耶！Yeah! 小草莓，其实我们在前一秒钟上台前才取了这个团名，没关系，等我一下可以吗？就是我们要先试一下 balance。职工之夜，然后因为我们也是都即将要六月要毕业了，然后就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表演。等一下，我们 setting 一下，这个器材还没弄好 ，OK 吗 ？Keyboard 试一下，然后你的吉他要不要说一下？加，你打一下。试一下好，那我们适应一下。我们试一下下，好。Keyboard 再小声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大家晚安。再正式的重新介绍一下好了，就是我们是小草莓乐团，要帮我们呼喊一下。对，那首先我们先介绍团员好了，先从我们的吉他手小草，那我们的手。鼓手，鼓手雪莉，手鼓手，不然不知道怎么讲。那再欢迎我们的 keyboard 手龟龟。哎，大家是有醒着吗？那我是小美，大家好。你是小美。那我们好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唱的这首歌，就是叫做《一百个太阳月亮》，然后就是。每次唱歌都其实都唱悲歌，那这首歌就是小草选的，所以比较你知道光明一点，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慌张。对，就是一百个太阳月亮，其实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你可能有很多梦想，那就是要勇敢一点，就是去闯。那因为像大家就是即将要毕业了，所以就是。怎么一开始就在就是不是才刚开始吗？也是，就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未来呢，就是勇敢的去闯啊，就是看看你的身边朋友们，就是他们都会陪伴你、支持你。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听一下这个歌词内容，就是还蛮有意义的。好，就是废话有点太多，那我们就来吧。受伤。
都是美好的荒唐，一百个